《秦帝国》第三部《金戈铁马》第七章《兴亡纵横》。白起目光一闪，脸上笑容疏忽间消失尽尽，默然片刻，也是一问：“敢问岳兄，如何打法？”合纵五国，力势均战，岳毅没有丝毫犹豫：“岳兄此来，联秦出兵。” 正是，又是一阵默然。白起点点头，该当有这个时机。兄弟是说，还要看燕国给秦国多少利士。白起笑道：“岳兄纵横大才，与太后、秦王、丞相去说，我只管打赢，公私分明，好兄弟也。” 乐意大笑一阵，来，再干一碗。两人至此海阔天空，直到天骄四鼓。虽然都是酒意浓浓，乐毅还是撑持着回到了驿馆。白起、精美也没有执意挽留。若是过得一夜，睡得一觉，作为身负秘密使命的特使，与各方周旋都会无端增添一些微妙处。 身为大良造上将军的白起，与特使筹作未尝不可。然则若有过夜之名，便会平添一些多余的解释。心照不宣之下，慨然作别。次日清晨，乐毅醒了过来。老秦酒虽凛冽无双，酒性却极是纯正干净，虽大醉而不缠头。梳洗之后，神清气爽。用过早膳，已是日上三竿。 乐毅登车，直向王宫而来。秦昭王嬴稷早早进了书房，这是他自少年即位坚持下来的常习。不管太后与丞相如何在实际上掌控着权力，嬴稷都从来没有放纵过自己，不贪游乐，不是奢华，除了睡觉生病，日每天蒙蒙亮进入书房，直到三更过后才离开。 读书、练剑、吃饭，都在这里外五进门户重重的书房里。对于政事，嬴济从不主动过问；然则，只要太后、丞相来书房议政，或请他到别处会商，他也绝不推辞。至于那些必须由他出面的朝会、礼仪、庆典等，他也会尽心尽力的做得出色。若有适当机会， 他也会尽可能地以各种身份去历练自己，譬如河内大战时，秘密前往河内辅助魏冉建郡安民。二十一岁那年加官之后，他依然如此，既没有丝毫显露出要亲政的意思，也没有丝毫的懈怠国事，一如既往地维持着这太后、丞相、秦王三驾马车的局面。疏忽之间，嬴稷已经过了而立之年。 这个贤王也做了近二十年，似乎一切都还要平稳地继续下去。在大争之世的战国，大权分散，政出多门，从来都是祸乱根源。偏偏秦国却很平静稳当，一点乱象也没有。说到底，这得归功于他那个极为罕见的母亲太后。只要母亲在，嬴稷宁愿这样持续下去。 可是，母亲之后。禀报我王，燕国密使乐毅求见。说甚？谁人求见？嬴稷从沉思中醒了过来，惊讶的离开了书案。燕国密使，乐毅。老内侍声音很低，却很清晰。默然片刻，嬴稷吩咐道：“立即知会太后。” 半个时辰后，我带乐毅觐见，请乐毅进宫东偏殿。说罢，匆匆出了书房，到得东偏殿廊下，嬴稷站住了。蓦然之间，他想在殿外迎候乐毅，更想看看这位曾经对他母子有恩的燕国重臣究竟衰老了几多。他很想从母亲的眼光给乐毅一个评判，却又想不清。 为何会突兀浮上如此念头？这片刻之间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已经跟着宫门将军进入了营祭的视线。除了头上的帅盔换成了特使的一顶不足六寸的蓝玉冠，还是那一领暗红色的斗篷、软甲、战靴，步态尽见潇洒。哦，胡须留起来了，络腮长须，脸上有黑。 比当年更多了几分威猛，好，更有气度了。在这闪念之间，嬴稷已经从廊柱下快步走下六级阶梯，迎了过来。燕国亚卿特使乐毅，参见秦王。乐毅尚未攻下之时，嬴稷已经笑着伸手扶住了。阔别多年，亚卿别来无恙。 一句礼节寒暄，嬴稷恳切一笑。母后与嬴稷时常念叨将军，几乎天各一方也。我有公气，身不由己，尚望秦王见谅。走，进殿说话。嬴稷敏锐地意识到，乐毅巧妙谦恭地避过了太后话题，心头一热，情不自禁地拉起了乐毅。 多年以来，他国使节入秦都是先见太后与丞相，乐毅却是先见自己这个贤王，实在是难得也。乐毅目下已是天下名臣，此举无论如何总是推重正道，也推重自己了。进得殿中，秦昭王立即吩咐侍女煮茶，煮茶意味着至少大半个时辰的叙谈。从国君接见使节的礼仪看。 即祸在礼崩乐坏的战国，这也是极为罕见的。乐毅正需要相机切入正题的时间，便也坦然就坐。此时，一个白发老侍女从大幕屏后走了出来，对秦昭王低声耳语了几句，又去了。秦昭王转身笑道：“今日幸得有瑕，与将军煮茶消闲了。”乐毅笑道：“正好。” 我带来了些许燕山茶，秦王可愿品尝一番？燕山茶，秦昭王惊喜笑道：“在哪里？”乐毅啪啪拍了两掌，殿外走进了一个燕国红衣文吏，将一个长大的红色木匣放在了乐毅案头。乐毅将木匣打开，拿出一方精致的铜匣，笑道：“先品品，若秦王觉得还有当年风味。” 我叫人送一车过来。秦昭王打开铜匣，耸着鼻子，长长的吸了一口气。好，是这味儿。转身放在煮茶侍女的案头，改煮燕山茶。乐毅又从长大木匣中拿出了一只晶莹润泽,泽的蓝色玉盒，双手捧起道：“这是一套燕山玉佩，当年。” 太后很是赞赏燕山玉，燕王知晓，命上方玉工特意制作了这套玉佩，请秦王代为敬献太后。秦昭王笑道：“将军与太后相识相熟，自己去见岂不更好？”秦王诧异，乐毅疏忽收敛了笑容。当年太后与秦王在燕国落难。 生计为艰，可不拘礼仪处置，此谓危难不拘礼。而今，太后为一国母仪，秦王为一国之君，乐毅安敢以方间交易，亵渎之？将军诧异。秦昭王照样一句，哈哈大笑。秦人老话：熟不拘礼，何来忒多讲究？ 情义不和，虽寻常百姓也当疏远；情义淡和，虽贵为王侯也可成知己莫逆。否则呀，这太后和国君便不是人啦。最后一句声调拉得长长的，也是一说也。乐毅淡淡一笑：“人言乐毅如将，今日实现也。” 秦昭王喟然一叹。此时侍女已经将茶煮好，一片浓艳清香弥漫殿中。一入口，秦昭王大是感愧。燕山茶刻食利水，当真妙物也。乐毅笑道：“秦人乘于马背，多食牛羊肉，燕山茶粗厚味重，正是当得。”秦昭王恍然笑道。 对也，何不将燕山茶种觅来一袋？秦国南山不能种茶吗？乐毅道：“此事何难？明春我便送到秦王手中。只是水土不同，只怕生出茶来也不是燕山风味。”秦昭王笑了：“也是，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鱼龙变化，又能奈何？” 说得一阵，秦昭王丝毫没有提及乐毅使命的话头。乐毅心念一闪，不知是因为这个秦王没有亲政而不设国事，还是刻意回避另有安排。否则，他这个特使绝不会在这日常议政的东偏殿一坐一个多时辰。此种情景在直率的秦国确实少见。思忖一阵，乐毅道。 启禀秦王，乐毅意欲拜访丞相，呈交国书，不能盘桓了。好，秦昭王站了起来，但凡国事对丞相说便了。外臣告辞。乐毅一躬，却又被秦昭王扶住。虽然没有挽留，秦昭王却坚持将乐毅送到宫门，眼看着摇车去了，方才回身。 一路思忖着回到驿馆，乐毅已经恍然大悟，断定秦国已经决定了加盟合纵攻齐，只剩下丞相魏冉与自己开价了。因了神交情谊，白起不便与自己磋商此等利害国事；因了那段罹难渊源中自己对太后与秦王的恩义，他们母子也不愿与自己讨价还价。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那个铁面丞相魏冉。 那么，魏冉要的是何等利事？一过午，乐毅单车直奔丞相府。魏冉果然利落，片言寒暄，并看完燕王国书之后，直截了当道：“亚青便说秦国有何利事？只说实在的。”乐毅也是不遮不掩道：“秦军若出兵十万，自带粮草，可占宋国故地。” 三百里，少于十万，不带粮草，又当如何？丞相以为如何？乐毅不答，反问：“好，不啰嗦了。”魏冉大手一挥：“秦无虚言，燕国与将军对秦国有救军之义，立王之恩。秦国出兵五万，自带粮草。” 不求齐国一城一地，亚青以为如何？乐毅惊讶了，默然片刻，悠然一笑。丞相有求但说，无需反话。魏冉哈哈大笑，大步走到书案前，拿过一张大羊皮纸，哗啦一抖，亚青自看。乐毅接过羊皮纸，大字赫然扑入眼帘。 秦国书，秦入攻齐合纵，出兵五万，自带粮草，不分燕齐一城一地。大秦王嬴稷二十三年十月立，下面一方鲜红的朱文大印。乐毅将国书放在案上，面色肃然地对着国书深深一躬，出得丞相府。 一阵愧疚之情骤然涌上乐毅心头，看来自己显然错看秦国君臣了。太后、秦王与白起，不是碍于情谊恩义回避讨价还价，而是维护他乐毅的尊严，不想摆出施恩于人的架势而使他难堪。魏冉与自己最是生疏，便由他简洁交代了事。 由此看来，秦国君臣对伐齐之事早已经有了决断。从大处说，这是舍利而取义，使山东六国生出的虎狼暴秦恶名不攻自破；从小处说，回报了燕国之情，秦国君臣朝野从此便可坦然面对燕国。利害道义权衡到如此地步，堪称天下大气局也。 当晚，乐毅特意来向白起辞行，白起大是惊讶。乐兄不见见太后便走，乐毅便摇了摇头：“大计既定，不需烦扰太后了。”白起却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乐兄啊，你却拘泥太甚了。太后气量胜过男子多矣，白起最是福音，真不忍。” 看他伤心也。乐毅默然良久，喃喃念了一句：“南有乔木，不可休思；汉之广矣，不可泳思。”不再说话了。白起一挥手：“好，明日清晨，我为乐兄在郊亭践行。”不许了。乐毅摇头一笑：“国事入秦。” 兄弟未奉王命，不宜私动。我只问你：攻齐大军，兄弟可否为帅？白起一阵大笑，放着天下第一名将白起去添乱吗？那秦军五万，何人为将？白起慨然拍案：不管何人为将，秦军都以岳兄之命侍从。步军还是骑兵？ 乐毅的笑容耐人寻味，白起目光一闪。乐兄想要攻城大器械？燕国新军虽成，只是轻兵铁骑而已。白起略一思忖道：“五万人马，我还是出全数铁骑以利长途奔袭，攻城大器械，在河内安阳还留得几套，正好就近。” 接你了，好，战后加倍奉还。乐毅大是兴奋。次日拂晓，还是晨雾蒙蒙，乐毅给奕成留下三封辞行书简，便五骑快马出了咸阳。秋高气爽，一路飞驰，大约午后时分到了桃林高地。乐毅归心似箭，不走函谷关大道，要直插山道，走一条捷径回燕。 桃林高地方圆三百余里，横亘在华山西、函谷关东与崤山南、少梁北之间的巨大四方地带。桃林高地的南部峡谷直通函谷关，是千百年唯一的出秦险关大道。说它唯一，是说只有这条如函大峡谷可通行车马军旅，也就是说，它是大军出入秦国的唯一通道。 而不是说单人独马也为此意图。在这桃林高地的北部，有一条不大的河流，叫铜水。沿着铜水河谷有商旅小道，直通大河。过的大河是河内的蒲坂，比东出函谷关近了数百里。三百多年后，这条河谷小道成了与函谷关并行的大道，于是有了东汉的潼关。沧海桑田。 潼关渐渐成了主要通道，函谷关便在岁月中渐渐淡出了。这是后话。乐毅要走的，便是这桐水河谷。入得桐水，已是斜阳晚照，秋日将苍莽山原染得金红灿烂。东南的函谷关已经隐没在群山之中，唯有隐隐约约、断断续续的号角在残阳中漫游。 给这荒莽的山林河谷飘来了一丝边城气息。乐毅翻过了一道山梁，眼前一道丛丛山溪，遥遥便见对面山头上立着一座茅亭，一缕炊烟在茅亭后袅袅飞散。扬鞭一指道：“有高士隐居在此，走，茅亭打尖歇息片刻。”一马冲下山坡，越过山溪，翻上了对面山头。亚清且慢。 随行司马一马超前，停下山谷，似有军马。此时，一个声音悠然飘来：“亚青，别来无恙乎？”乐毅一个机灵，瞬息之间心头大跳，凝神片刻，在马背遥遥拱手道：“彼何人在？不见其身。” 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七章兴亡纵横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